甲秘书长借这个时间，哈，啊，我过来继续来跟各位探讨哈。啊，那么要探讨之前，我先来讲一个今啊网络的这个小故事哈，就是讲上帝欠手机啊哈，啊，所以就甲贾伯斯，哈，甲接走哈，接去天堂啊。啊，上帝欠司机哈，就甲保罗沃克哈。我来接去天堂。啊，上帝爱听邓丽君的歌吼，所以作少年就甲邓丽君带走啊。我想讲啊，上帝唔知有欠总统无吼？咱家有一个会当飞慢跑游泳，吼、哦，所以做希望讲伊赶紧甲带去的吼，安尼咱看会较好过日子吼。啊，要真可惜，伊敢那无欠迄个呢，伊煞甲曼德拉带走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去我那捌讲一个，讲咱台湾这三个首长吼、哦，一个姓马的，一个姓江的，啊，一个白副总统吼。因、哦、三个坐这个直升机咧视察，啊，这江一话就讲，好、哦，我那。啊，一万块包做一包，为直升机安尼弹落吼，哦，去扣到迄人一定总欢喜。啊，咱这个白副院长伊讲，我那我吼，我甲分做两包，一个5000、5000弹落，迄两个扣到嘛一定总欢喜。啊，咱这姓马的吼，伊讲那我吼，都十张拢分落成线安尼弹落来，飘落来，那扣到迄十个拢总欢喜。啊，赛飞龙机迄个吼，我头都要讲。欸、你太无爱家己爸爸准跳落去吼，安尼台湾2300万人拢足欢喜的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今日讲要搁你爱困吼，先甲你提神一下吼 ，OK， 好，啊，咱再来看，啥物人才会当称呼中讲我是台湾人？好，啊，咱来探讨看卖，第一，认同台湾的人，敢对？唔对嘛？啊，那安尼，这个来成立哦。啊，我认同美国，安尼我变美国人嘞，好。所以唔是讲干那你认同嘞，好。啊，过来，第二个讲，爱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，这个敢对？好，哎，你拢巧哦，吼。因为江泽民、哈、胡锦涛、习近平嘛，足爱台湾的呢，就是台湾干那一个水姑娘，好，人人爱啊。唔敢啦，我讲水人无水命咧，吼、哦！大家爱，大家抢啊，都相拍，吼、哦！为了台湾，日本跟大清也拍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咱台湾人为了想讲要真济人过去以后，国民党来糟蹋了，都想要独立建国。嘛，阿公阿妈放下讲那台独，吼、哦，伊特别血洗台湾，有无？哈、哦！啊，所以唔是讲你爱台湾，爱有。做这款的爱的方式啊，吼、哦！啊，那像胡锦涛、习近平这款爱吼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爱死咪啊，吼、哦。OK， 过来讲，住伫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吗？嘛唔对嘛，吼、哦。现在以上皆非啦，哈！啊，照讲这个 PowerPoint， 我做阿袂好势啦，照讲爱分段一个出来，啊，唔然拍咧一声，通通曝光啊。啊，无这呐，一个问，介一人可能无想到，都会认为拢错哦，哈、啊。所以，唔是住伫台湾人，就是台湾人。台湾管理法顶完所讲的 people on Taiwan， 就是只要你住伫台湾，拢受台湾管理法保护。所以，台湾管理法照讲是对中华民国这难民较有利。当然，我有保护到咱本土台湾人，但是照讲伊不应该。非法走来遮，因遐个拢是难民，吼、哦，会使讲去遮去赶庙工呢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咱本来是伫遮做庙工，啊，说因来讲，咱招伊大，说大到尾来讲，伊要甲咱赶出去呢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那么，住伫台湾，我都简单讲个，住伫台湾顶管，台湾敢若有两种人尔，作个分呢，一个就是1945年9月初二。还佫住伫台湾，即个咱的士大人吼，伊陪
所生传落来，这些人拢叫做本土正港的台湾人。剩的拢合作外国人，吼、哦，无论你1949年来遐中国人，迄种难民，迄种中国人，包括有其他国家来咱台湾做工过，这些拢是外国人，过来。过来讲，那有中华民国身份证这些人，讲做台湾人，吼、哦，这天大的错误。吼、哦，咱虽然暂时被逼摕中华民国这个身份证，吼、哦，但是咱绝对不是中国人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以上皆非哈，这点，哈 ，OK， 好，那个小蔡，咱个换过台湾主文第5哈。过来，咱台湾人的身份，咱爱彻底来了解哈。直接进入哈，那个老听过，这点解我讲的是？讲较简短的，啊，我即马要讲较幼的哈、啊，就是讲，咱平西部这个平原这个所在，大部分拢叫做平埔族，住伫较平坦的陆地上的，吼、啊，啊，这个粉红色的这是高沙族，高沙族较无问题，因对因的认同较了解，因是本地咱家的主人，哈、啊，那么咱平埔族嘛是啦，哈、啊，只是咱利用漫画。汉化了，拢自认为咱嘛是中国人个，啊，这天大的误会哈。那么平埔族的特征啊，就是手弯开，有条顺这条线哈。那么平埔族是母性社会哈，这个妈妈这边一定会在讲，伊是先用招安的方式，因为。查某的掌握财经大权，哈、哦。那么，伊若外口看到伊家己的，哦，比如讲较缘投，还是较高强大汉，还是较敖做工课，哈、哦，有啥物技术的，伊有人这里来做伊的翁，真好势。伊会当去甲招，招来做伊的翁，哈、哦。是母性社会，是女性主动，啊、哦。佮兼迄个牵手转来。是查某的去牵查某的手，转来甲招转来做翁，是安尼哦。咱唔好叫是讲，咱即卖咧讲牵手是讲查甫牵查某的手。以前母性社会哈，是查某较大哈、哦，所以咱过去的误会哈，就讲认为讲日本人伊是父系社会，中国人嘛是父系社会，所以拢较有大男人主义。但是咱早期咱的平埔族。拢是母系社会哈，所以莫误会哈，莫叫就讲牵手是咱查甫去牵查甫的手，唔是哈。哎，掌财经大权，会使讲你这个翁，伊该招转来做翁，牵转来做翁了，你若表现无好，等这查甫在时啊出去外口做工过，伊会当把这个查甫的物件款款来，用草球啊滚滚嘞，吼，米皮滚滚，甲下到门口。这个查甫那做工过，回来看到伊的包袱啊、物件，放宽伫外口，伊就知影讲他被羞辱了，哦，伊就爱咧面皮扎包袱宽的爱走啊，哈、哦，爱离开这个家庭，哦，所以母系社会，哦，算原来真开放，哈、哦。过来，咱平埔族那咧嫁娶，无顾爱坐大位。阿伯姑是啥物事？就是妈妈这边的哥哥还是弟弟，拢叫做阿姑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你若有这个传统的，恁迄个家族绝对是平埔族的，吼、哦。啊，那咧结婚喜宴咧，是亲的时阵，槟榔是一个礼品，吼、哦，交际品，哦，拢爱准备这个槟榔粉来请这亲戚朋友，哈、哦。OK。一般平埔族的家中，大大小小拢有食槟榔的习惯，吼，查甫拢有，吼，像阮我阿妈，伊虽然食较无喙齿啊，嘛是还阁要想要食槟榔，啊，无槟榔无喙齿要哪只？用金箍嘿，种个嘴，啊，含树迄个汁，是安怎？咱平埔族，哦，
哦，咱的咱这住伫台湾这原住民，拢爱食槟榔，就是因为早期台湾人口都足少，拢无啥物开发，拢种树拿森林，哈、哦，拢要个渔猎迄个时间哈、哦，台湾瘴疠之气足严重，所以爱靠食槟榔，槟榔有，因咱台湾湿寒。哦，北面啊，比如-5°，咱这五度跟日本东京的五度感觉无同，因遐较干，干不就袂遐感觉冷。咱这湿过冷，所以日本人讲来到奇怪，北面温度只讲五度，恁家太敢那袂输阮遐零度呢？安尼，迄就是湿寒哦，湿寒。啊，你受湿寒就容易风寒，就变破病感冒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有时啊去蚊虫叮，所以足侪人会死去。那么，所以迄当时发现讲，若食槟榔的人，寒天食槟榔，顶多会流汗，有驱寒，佮有驱虫的效果。所以台湾的咱只原住民发现食这个物件，会当对身体有保障，会较健康。所以大清帝国起来的人，若来台湾，真侪拢会死，就是第因无食槟榔，对。本土这些瘴疠之气水土不服，佮对这蚊虫无免疫力，所以有蚊虫家庭的有的就爱死啊吼，啊有的食到物件，食歹巴肚漏屎脱水就死啊吼，啊所以食槟榔迄是，会使讲是生活必需品，啊所以大大细人拢有咧食，好 ，OK， 啊是为了日本人来管台湾，统治台湾了，甲台湾卫生。各方面建设拢做了足好势，这个瘴疠之气退掉了，台湾人就不一定爱食槟榔，就可以存活。啊，当然日本人嘛，那个引进西方的这个医术哈，加药品，啊，所以台湾这个瘴疠之气这些毛病就较无啊。哈 ，OK， 好，啊，过来，当时咱并无做妇女呐、生囡呐哈，坐月子拢会食麻油鸡酒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好，莫解酒。你若生囝，迄有一句话讲：生囝若生有过，就烧酒芳，好无？啊，生无过就做四代芳，好无？因为迄阵还无剖腹产的技术，迄阵你若倒头生，若卡生出来，拢差不多难产，拢妈妈也死，啊囡也死哈。啊，所以就爱用四代芳做观察，哦，做生有过，烧酒芳。生无过，死地崩，吼，都这个押韵的回忆。哦，牵手都要讲过哈，是查甫去牵查甫的手。好来，啊，咱平埔族的 DNA， 咱来做一个分帖，就是讲，其实过去因为台湾有瘴疠之气，啊，所以外国人要来台湾要活落来几率足少的，所以造成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 DNA 还阁真纯。啊，最近的研究就是讲，南岛语系哈，真有可能是为咱台湾遮往南发展落去的。啊，所以迄个南太平洋遐有足侪国家，因的生活习俗哦，跟咱遮的平埔族，啊是达悟族因遮足类似的，甚至有的语言哦，数字哦，智能三有哪一辈高十，有五六个数字音是同款的。甚至伫南太平洋这哦，密克罗尼西亚迄边啊，发现讲咱台东出产的鱼啊，哦，伫迄边也有发现着。表示讲迄阵，就靠独木舟这个造船技术，已经有法度走来到南洋遐吼。啊，即马有人咧讲，咱爱认祖归宗，哦，咱唔通背叛祖宗，讲爱中国遐较是咱的祖国。啊，这真大个误会哦，吼、哦！咱若讲要照人类的这个迁徙的这个路径，吼、哦，从早是由非洲开始的，吼、哦、啊，等到是咱先非洲迄个系统的人来到咱台湾了，往北啊，为日本啊，为韩国，较热爱中国这个中原，安尼因已经慢咱几啊年啊，几啊万年。哦，啊，那安尼要算咱。这边是中国那边的祖公较对呢，哈、哦。上面咧，咱讲咱是，背叛祖宗，哈、哦。
啊，若要讲上大的祖公，就爱讲非洲迄个呢，哈、哦，对不？所以咱唔好用中国的这个歹文化、欺骗的文化来甲咱做愚民教育，来误导咱对台湾这块土地认同。所以真侪人迄个洗脑哈，干那拢认为祖国是中国，好、哦，其实咱台湾本岛，咱伫遮有发言的这个历史学起来，遮一挂。这个先民的这个一挂遗址哈，还得真侪，譬如伫秀山，阮马卡道族伫个秀山本来其实唔是秀山，还个就是茶山，原来有这茶山。滇原有发现兽骨种，嘛有看有迄个贝壳种，哦，迄种几啊千年以上诶，哈、哦，啊因为迄、那个阮的祖先吼马卡道族伫迄个岛生活，就是讲。拢娱乐生活呢，免竞争，足快乐的。你要食海产，落来山脚，因为海水若退，因为迄阵高雄也无高雄市啦，无高山区啦吼。啊，这个内围遮，迄拢沼泽地，水退一块水一块水内底，拢有鱼啊、虾啊、蟳啊，吼，你落遐掠就有啊，足方便掠啊。吼，过来你山顶，你当设陷阱掠一挂小动物、山枪之类的吼。啊，所以。早期吼，这个张力之气还是足侪外国要来这人吼、哦，所以因的基因无老了，等到咱台湾人的基因还阁足纯净的吼、哦。啊，牡丹社事件我捌讲过，日本人来修剪的，看咱的牡丹社的南台湾族修剪，死的无超过50个，但是底下驻军底下咧焦灼状况对抗的状况下，底下两个月死袂500-600个。哦、所以破病死的煞等到比见识较济，好、哦，因为因来遮无适应遮的水土，哈、哦，袂堪住遮的张力之气，也是蠓虫叮，就着登革热啊，哈、哦。啊，早期你看，1905年日本来管台湾10年了，开始做户口的总普查，做人口的普查，哈、哦，迄阵的本岛人就是咱本土台湾人。就297万，哦，特别300万人。日本人迄阵派来遮差不多59000几，等于60000人，要来管台湾，吼、哦，因的军工够真远。啊，迄阵外国人有8223人，这个外国人内底98%拢是台青的人，吼、哦，所以占98%。啊，你甲想，你甲当作讲，卖讲8000几啊，拢甲当作中国人，啊，佮用整数10000人好啊。台青的人差不多10000人，咱本岛人有300万，哦，差不多1:300。安尼，因的基因会留偌济伫台湾，为遮嘛会当看出来，哈、哦。哦，所以，像那外国人的 DNA 占台湾原住民，哈、哦，无论偏颇还是交叉种，未超过10%。哎、啊，就是讲，因来大部分拢带袂掉，哈、哦，因为因。因遐来吼，那战败的人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保存了咱台湾原住民较纯的血统，所以咱是要较纯正的。那中国迄是吼，迄、哦、五族乱啊，什么蒙古族的、什么族的吼，拢伫中国啊战来战去。那要讲杂种，因那边较杂，咱要搁杀较纯的吼、哦。因为咧，这战败国，你看荷兰迄个。地精公拍败荷兰人2000多人爱走，荷兰正四王朝25000名，迄个大清帝国拍败嘛是爱走，拢规个迁徙等于大清帝国，吼、哦，包括骨头拢乌乌等于。哎，那么大清迄个日本拍败，大清这居民下关掉，给伊2年的时间去，你若无要大家变卖所有的家产，等于恁大清，吼、哦。所以大清嘛无留偌济人落来吼、哦，来，过来大日本帝国，迄个美国拍败，1945年10月2号了，中国兵来开始遣送。迄阵1945年的是日本派来遮的军公教人员甲眷属，都差不多30万人。这30万人拢总要遣送等于中迄个日本的本土。所以你甲看，这国家有你来。伫台湾通知到尾啊，因个人拢爱离开台湾，所以咱台湾人诶，血统
是比中国迄边加作顺的哈。OK， 所以咱85%以上是咱家己原住民的血统哈。OK， 好，啊，这有讲过啊，就是讲中国人惊咱的，知影咱家己的身世，咱日本人是足实在，甲你户口簿查，你是对一族的，拢甲你登录足清楚。即摆话中国国民党来，就开始甲你这种来做，互你唔知影。哦，迄阵上简单的分就是讲，高帅，甲你写生番，吼、哦，啊咱平地平埔族的，甲你或者苏番，甲你分青甲色的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啊那像我这拢行甲草会打，这差不多，5番对啦。嘿，其实大部分咱85%吼，血统内底拢有85%的平埔族，还是高沙族的基因，所以你莫笑人番吼、哦，咱家己拢是番啦哈、哦。啊，其实这番是外国人甲咱称呼的啦。啊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做番吼，免见笑。咱的血统要阁足纯正的哈、哦，咱比人纯足侪哈。啊，过来就是讲。伫外国人吼，以中国人的血统吼，因的想法、因的看，外国的拢叫做番呐。哦，所以大清咧管台湾，哦，迄阵早期荷兰有引进足侪新的物种入来，头前拢加一条番，哦，番麦啊，番石榴，番阿姜，哦，就是辣椒，番茄，哦，番薯，啊，搁啥？番荔枝，吼、哦，啊，番阿花，好不？吼、哦，拢种番，啊，这种外来，啊，番阿油嘛是对，吼、哦，对，不唔对，啊，所以你甲看，那外来拢叫做番，啊，咱甲想，啊，咱是本土的呢，咱拢住伫遮，啊，因阿咧甲咱叫番，颠倒是1949年，蒋介石为中国撤退来台湾。因是外来政权呐、啊，因爱叫做番唔卡对，对不对？因外来嘛，啊，咱是在地啊。以前过来讲，咱以前定来讲老兵或者老欧啊，啊，咱或者韩籍啊，囝韩籍啊，啊，其实这讲嘛讲了唔对，咱台湾人真正欧啊韩籍分袂清的吼。老实讲，欧啊是咱本土的。汉字是外来的嘛，所以因外来遐老欧啊，老因遐老兵爱甲叫做老汉字啊，老汉字啊，啊，若要甲讲亲事爱牵背汉字啊，所以咱平平啊，咱咧互相称呼，咱卖牵背音嘛。啊，比如有个人讲，啊，迄客家人就啊牵背音，啊，迄客人啊，啊，迄平埔族，啊，迄平埔啊，你若牵背音，迄种有亲事的意思。就跟他讲，那车哦，车就较大只；啊，那较大车啊，就较细只。我、哦、迄有迄个亲热的味道哈、哦。你无人咧讲，咱咧讲大卡车哈、哦，咱讲拖拉机，这日本音嘛哈。无、哦、人咧讲拖拉机啊哈。那我讲拖拉机哦，做啥子啊？啊，较大车啊、哦。啊，所以。台湾，咱家己爱先认识咱本身家己，咱的身份地位是安怎？吼、哦，咱的血统是安怎？过来，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籍成本后登记这福，还是广，这不是福建人，福不是福建人哦，广嘛不是广东人哦。那、哦、福是讲你已经未记你的主语，无论你做一族的，你已经未晓讲啊，但是你也要讲河洛的吼，迄、哦那个闽南话。伊就甲你写一个福，啊，其实唔是讲你就是福建人哦，吼、哦，你中国福建哦，唔是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客家话，就甲你写广，迄是因为你未记你本身的族语，干那剩下讲客家话，安尼伊甲你写广，无代表讲你就是大清帝国的人，中国人，唔是哦，哈、哦，你甲想，如果中国人。1945年，吼，咱若卖战败，中国兵无来，咱家己嘛，
咱大家即马日记拢写只叫日记，变作咱的日常用语。因为阮爸爸妈妈因读日本册，吼，因遐同学来相聚，大家拢嘛讲日记，吼。啊，你看一代一代了，自然咱家己原底咧讲的语言就拢差不多放掉去啊，吼。咱就去哦，吼，迄个皇民化去啊，吼。啊，真可惜就讲台湾就是拢一直是外来政权咧甲咱统治，吼。我这都要讲的，失去自己族语的平埔族人，哈，所以咱即摆爱赶紧等于找根，哈。好，啊，是安那台湾袂当举行统独公投，这张官老大概有讲的，因为台湾人顶权带有两种无同国籍的人，哈，一个是本土台湾人，哈，咱是大日本帝国，咱潜在大日本帝国国籍，另外一个就是。中华民国难民，迄中国人吼，所以无同国的人住伫遮，那会使做为公道。所以美国会叫咱要发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就是要甲台湾人甲中国人切落清楚。以后因中国难民无资格参加选举投票哈，所以那以后公道，伊嘛无资格公道。好，以后咱台湾人家己来做决定哈。大日本帝国台湾人和中国人民，吼，这无同国的两个国家，吼。过来，台湾本岛嘛，唔是无主的土地，因为咱我有讲过，台湾要有两个头家，一个所有权证的人叫做日本天皇，一个是债权人是美国，吼。你若要独立公投啊，吼，你要甲台湾问你要统还是要独，你爱先。甲债权人这边的债务，咱你也很清楚，你唔靠权利讲要统，还是要独，还是要跟对一个国家合并，做邦联还是联邦？哦，这爱讲好清楚，咱爱照法律行，唔是照感情。讲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，哈、哦、，OK。因为咱了个是日属美战嘛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我昨我大概我老讲过，哈、哦。一般的台湾人伊又嫁做中国人，所以真危险，所以美国。听到阿扁要统独公投，美国就欢乐，出面来动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哦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仔先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多谢，谢谢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阿可休困十分钟。有人的课本落去的无？哦。好，课本落去的来我这找我提吼。